原理。哦，第二，强化实在的理念甲说法。哦，有当时啊，就心里办讲一群讲啊，你来吃菜先靠。也许你可以先他请他吃早斋、肥斋、三六九的，哦，还是初十哦，循序渐进呐。哦，唔免讲一群去互伊惊着讲哦，我都知影讲参加一贯道拢爱后界拢爱吃菜，哦，惊着啦哦。那么呢，第三，地宴的师圣。有凭有据，有凭有证，即先天呐、啊。三观大帝，哦，火中帝，哦，那么嘛是当个人以及业力的沟通谈判筹码，哦，那么呢，有啥物咱要去历练，就是咱的冤亲债主，当然就是你有入关为准嘛。你啊，讲啊，这个有咧食菜伊都入关啊，哦，无凭无证啊。所以讲咧，这当中是咱咧个人澄清哦，伫素食啊，诶重点就是体验的重点。